能够进行。所以这一条线，抱歉，你民进党再暴力，我们都不会让你通过。各位弟兄姐妹，这是不是就是你们想要看到的国民党？对。当我们所有50几位弟兄姐妹站在前面，有一度，因为我说半兽人嘛，好，这个跟野兽没什么两样，一直往前冲。有一度我们真的两扇大门破掉了，真的挤到好多人哦，都快要窒息了。我在后面听到一句话，有一个人应该是罗廷伟吧，我不是很确定，他在后面喊了一句话，他说：“兄弟，再撑一下。”